观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又在大法鼓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在佛经里面呢，我们常常用法鼓、法语跟法螺之类的名称来形容佛法的伟大。那么为什么佛经要用这些名词来形容？这些名词又象征着什么样的意义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这都是比喻啦。释迦牟尼佛说法非常善巧的用很多的比喻，因为自己的讲道理很不容易懂，用比喻以后呢，人家就想象成一幅图画，然后呢就能够理解到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用佛法自己讲啊，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是什么？这都是抽象的名词，不容易啊了解。比如说，佛法能够让我们除烦恼，让我们呢起欢喜心，让我们呢产生智慧。这我们还是不懂，佛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能，又这个力量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因此呢就用比喻来，比如说那个法鼓的鼓，这是一个比喻。在印度呢有一种医生，这个是啊神医，或者是呢非常高明的医生，他能够治病啊，治啊流行的这个瘟疫病。他把他这个药插在骨上面，他就敲骨，骨一敲呢，这个药的力量啊就能够跟着声音呢传播出去，谁听到鼓的声音就能够得到这个药的力量，病就好了。因此呢像这样子的鼓多好啊，这种叫做药鼓啊，敲药敲鼓就能治病。这又是非常高明的医生，有这么好的药才能够做得到。普通的药涂在骨上敲，就人家治病的，这种事情不能发生的。因此释迦牟尼佛他就形容他自己讲的佛法的法就有这样这个力量了。他有人有烦恼的病，就能够听到佛法的鼓声呢，烦恼的病就消了，就是因此把它叫的法鼓。另外还有一个比喻，这是战场上啊两军相交作战的时候，这两边都是啊是打鼓的时候是什么，一鼓作气，是冲锋陷阵的，因此要敲法鼓去啊跟魔军呢、啊来啊这个作战。魔君是什么君呢？魔君就是烦恼的魔，烦恼的里边呢是贪欲魔啊，嗔恨魔啊，妒忌魔啊，还是呢懒惰魔啊，各种各样的心理上的一些啊魔障。那在我们人间呢到处都有，因此要用佛法的鼓敲了以后呢，就是要对治那些魔障。所以鼓一敲，这些魔啊就是闻鼓而逃。所以佛法的鼓声这几章就是讲佛法。现在我也在讲佛法，我讲佛法是佛的法，我在讲了以后等于是我在敲鼓，敲了鼓以后使得
听到佛法的人那个心中的魔障消除，那这个也是啊一种比喻了。另外呢，就是叫法语，鱼是对于啊需要水分的植物而言的。我们所有的众生呢，都很饥渴，都希望得到呢佛法的甘露雨的滋润。所以是呢，凡是佛说法的时候，就好像是一种安慰的雨，一种啊温馨的雨，是一种啊非常营养的雨，来洒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田里面去。所以是就把它当成叫做法语了，就是法鼓啊法语啊，还有法螺，那个是吹的海螺。这个在我们中国人呢用法用这个螺是不多的，在西域也是军中用的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西方的军队呢是吹号，集合吹号，这个冲锋陷阵也吹号，那类似于敲法鼓啊是类似的。因此呢把那个吹这个锣声呢形容来说法，一听到那个号令的声音啊，所有的人都能振奋起来，对峙个人心中的魔障烦恼，对峙个人心中的一些啊肮脏的思想观念，而把心中的许许多多的罪恶的犯罪的意念全部啊能够弥平了。这就是听到法螺的这个功能，也就是说听到佛法。因此用佛法自己讲呢可能人家不容易接受了，用这种比喻一解释啊，正好大家愿意接受了。阿弥陀佛。